这样很难画，要画出很生动，其实不好，要经常看。那画员，过去的很多画家专门画员，像王冰冰先生，比如郑建明先生啊，画员画得非常好。最近呢、啊，一些年轻画家对画员啊也有相当的这个研究，也是很多啊。那我是从刚才我讲王冰冰先生跟郑建明先生，他那边学到画员的技巧哈，所以我真的画了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。黄山、乌玉山，这个观察，这个也是跟别人不一样，而是在重视自然。那么过去的画家，他是在重视。
Thank you.